近日网上爆出了一段李全哲偷拍朱正廷睡觉的视频，正正也太可爱了吧，竟然抱着枕头睡。有网友调侃，看来只有我们单身人士能懂他啦。快放播放器。哎，哥哥，6月26日，朱正廷在自己微博上传一张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这个贴纸好可爱哦。”照片中的他身穿条纹上衣、黑色裤子，头戴棒球帽，面戴口罩，一手托腮坐在玩偶凳上，而玩偶的头部有一个朱正廷卡通形象贴纸，小人抱着糖果，旁边还有小猪、彩虹等图案，看起来很是可爱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你最可爱，没有你可爱，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哦。”